鱼可以麻烦放回去吗？它可以吃请问要吗？放什么？那些鱼。哦，好啊。天哪！哎，你怎么没吃了，小有鱼。雨？等一下，我再弄开什么？我们都在等你啊。我也在等我开台啊。对，到底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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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台了，哎呦，好嗨哦！我可以问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太基本了，不给问。要怎么开游泳模式啊？不行，按不了键，就是游泳，你进去自行体会，对，你进去就可以体会了。那个有快捷键呐，你的本能会告诉你。你要打斜线 swimming。这个有一点太骗了，哎，有啊，你有在游啊，你有在游啊，你有在游，有游，你有在游，你有在游，都有在游了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这样子哦，你很会游啊，你超会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没有，你现在就是游泳模式啊。有啊，你在游了啦。哇，那个游泳有点算了，我决定等一下问我的队友好了。游泳谁不要当我队友哈？小鸡游得很好啊。对啊，好了，大家好，这届是第32届 UHC 哦。耶！因为版本更新，那个有那个超强大大做了这个1.13，就是要我们来用的嘛，对不对？来用的。先说一下这次，因为是全新的地图，所以就稍微介绍一下下面几本书。好的，罗本，一样是随机分队，这次有应该会有8队，24个人，然后地图大小跟以前都一样，所以都没什么好讲的。来看第二本书。第二本书没开放，第二本书其实跟以前都一样啦，就是开放观察者模式，然后同队可以推，不能伤害。然后血条都会在你的头上，这都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讲的。那个金头颅模式这一次不开放，所以也不需要问是什么了。对，好好的，也没有开放地狱，可以获得药水，你可以打女巫就会有药水了。然后其他的目前也都没有开放。好，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没有成就通知，就是即便你挖到钻石，对方也不会知道。耶。所以不会有，不会再有给你的钻石。我可以对对对，不能嘲讽人了。你可以说，口多乱码是正常的吗？啊，口多乱码不正常。你要强，你要开那个 Unicorn 模式啊，你要把它。哦，对，我忘记了。有那个把它关掉。不正常。那个最重要的是第4本书，哇，好多书哦。好多书。随机缩圈，这次我们采随机缩圈模式，8分钟随机缩圈。对，那个收缩2分钟。然后冷却2分钟，会收缩4次，所以总共16分钟。好恐怖啊！那个随机缩圈的中心点会，它会提示你，然后你们要自己按 F3， 然后看一下缩圈点在哪里，然后再靠近，慢慢的靠近。好。它这个画面的上方也会提示你说你现在是在圈内还是圈外。嗯，对，它也会提示你说你目前人是在圈内还是圈外。那接下来的都跟以前一样，所以也不介绍了。好，然后好第3本就是我们现在有最倒数第二本有限制高空，你在决战，我们100分钟要决战嘛，决战的就是说到最后决战的时候，75格以上和65格以下是会有凋零效果的。哦，你只能在这10格里面打架。哎呦，哦，所以时间到了以后嘛，对，100分钟才会有。所以就是缩圈已经缩完了，要打架了。两高75低65，规则好多。没有，就想说你们的小房间变成这样了。嗯，就变成房间。那七点，先看一下能不能应该可以吧？记得哦，是65到75格哦。好，你就不要说我叠高高，我躲在地下，我不想打，会凋零，会死。他到那个时候，他也会提示你说是这个高度。他们都会提示，都会提示。会很恐怖。嗯，然后最后再看一下最后一本书。
好，这次有鱼骨惩罚。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已经很多届都说不要鱼骨，不要鱼骨，可是大家就是一直就说我就找不到矿坑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没关系，你那个游标过去看一下，超过800个石头之后，每挖100个就会有这些效果。哇！而且他会记录你的所有稿子，还会全屏广播。哇！以前我们都是靠观众制裁，现在观众制裁对你们的效果，你们已经脸皮厚到已经没有办法。所以就不能挖石头。对，那个超过800，你要想想看，你一队800，你们整队就可以挖2400了。嗯，之前好像有一个人画2400过吼，有啊，不是，有啊、我觉得是899×3，不是不止2400，因为你要挖到第100个才会发光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应该第800个就会了，第800个就会了，800会、900会、1000会、1100会这样子。在每挖100个都会再来一次这个，好不好？哇，所以每一个只能挖799颗哦。对，那你我觉得你可以挖很多啊，尽量挖。你这多久能把鱼挖上来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随机渡鱼，在你挖石头的时候会有0.5%的天啊，0.5%，渡鱼好高，很恐怖哎、欸。我觉得0.5%确实蛮高的。真的有了，就是你挖200个石头，会蹦出一只渡鱼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可以等欧洲用啊！哎，最后统计谁挖到渡鱼的几率最高，好不好？然后其他的没有那个没有开，所以就先不解释了。像人造马桶也不解释了，好不好？人造马桶，人造马桶，马桶，因为这次也没有开过。鱼桶合成也没有，所以也不那个这次那个什么那叫都不管，都不用在意，你也不用怕那个河豚会伤害你，好不好？有弓箭削弱，这次有弓箭削弱，哦，那个弓箭伤害会减半，然后可是它的攻速会增加，对，哎呦，子弹都有血。然后目前没有随机物资箱，之后水流下去了，多半几届之后可能会。慢慢开嘛，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游泳了，不要再游泳了。有两只河豚掉下去了，对啊，那两只要不要？哦，十二，好好好。那个之后这些没有开放的东西，可能会在后面几届慢慢开放。好的，那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，巧克力会为你解答。是。那河豚掉下去了。没有问题喽，没有问题喽，没有问题。大致上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就要开了还是乱吗？怎么办？还是没关系。啊、我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哦，你要开那个 Unicorn 模式？有开了。他们都开了，但是还是乱吗？哎、欸、，Unicorn。Uniqlo 模式，然后再裤子卖衣服吗？我也是开，然后画面就长这样。强制使用之后重新开麦块嘞？有试过了。有可能是没有 OP。哦故意的吗？身份就当署名就好。谁看不到？出现了，鸟鸟法师墩墩鸟鸟三个都看不到。哇，三个边缘轮，哎、欸，有了回复。我以为长这样、欸，哎，这本书该长这样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终于四只了，一只又火，一只有没有？终于成功进化了，终于进化了。我把这些书全部看完，脑袋突然增长了10倍。然后我们那个边自我介绍，你边自我介绍一下。可是他现在是不是都会把自己的放在最低一个、啊？没有，因为你有队伍。没有，你有队伍。哦、有对啊，对啊，你有队伍。刚刚测的时候不小心选到队了。我刚以为是你想第一个。没，那总是重置。哦，我一直想说，为什么我有？帅一波。哎，他顺序是不是变了、啊？对，大小姐会在一起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这样才正常嘛。哦。那我压轴呢？好了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哎、欸，一杠那些。哎、欸，我哪边第一个啊？先，我还在看书嘞。第一个不是字的，先送完再读书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墩墩，好，我去看书。
大家好，我是鸟鸟，我也是刚刚接受义务教育的，我要去看义务教育。我是第三个，好感动哦！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届了，终于爬到第三位了，感谢大家。居然吗？居然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是第四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拳，希望不要当第一主播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尾戴拳王。下一位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。那个喵哈下午密我说，好希望哪一届我跟你同队，然后把我踢。所以我现在愿望就是不要跟喵哈同队就好。我真的好想烦他。那我就一定会了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月。那个米菲，你的头什么时候要换回来啊？你好，太小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繁星，我要去尿尿了。下一位。别再读书了，法师。法师，换你了。你知道那种很多就是的书好看？我知道你在报复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是你呀、啊！下一位是你呀、啊！真的，为什么介绍？没有，我真的不介绍。我是哈记，下一位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我不需要说，感谢这个 1.13 制作者 JJ 果冻鱼，还有那个我们提供伺服器的培军，感到 respect。下一位 ，respect。拍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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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Hello， 我是小雨。希望 我不想挖到杜宇，我觉得杜宇超难打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杰瑞。大家游泳游起来，游起来，游起来！谁让发雷？那个跟小鸡同桌要教他游泳哦。没有啊，他刚不是游得很好吗？他游得很好啊，他游水游漫步啊。他游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泽平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泽平。下一位，嗨，我是彩彩。下一位，我是喵哈。我好想跟那个没同队过的同队，像那个姚啊，还有那个姚啊，还有那个姚。认识，举起来。下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鬼门开了，大家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怕爆！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嘿，我是20，鬼门开了，大家应该知道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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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鬼门开了，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。耶、yeah, 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下一位。消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失踪已久的米菲。米菲，米菲，米菲，怎么鬼门开才一百？米菲跟20跟鬼鬼一对好了，三个一对，三个一对，好像可以耶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团团。下一位。大家好，鬼门开了，我好像要被献祭哦。男神播放啊！也是有看到，读起来。然后那个已知识字的，对这一次的规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，没有。可以哦，可以喽，那要分队喽。好，这一次分队让你们比较多的时间问队员说到底哪些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先让我学一下游泳啦。对对对，随机游泳，有机不会游泳啊！对，我的天哪，机游啊！真的游，是游哎呀，哇，真游，游对了，我已经第三次还第四次，这是你的白痴！没事，没事，不要游啊！带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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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一律的。这是深红色吗？真不明显，没分好，有两个人同一队。
你同一个人哦，你吵哦，哪一件啊？这哪里？紫色啊，紫色啊，紫色，然后紫色在哪？找到了，有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两个人同一队，两个人同一队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一开始就树立自己的队友为敌人了，就我们这队就两个人而已。